是一介咸鱼，不想承认，也不能否认。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还梦想着翻身。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输得也诚恳。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点解要做全职工？弟兄姊妹你哋好，我系 Aaron 啦，咁样可能好多人都知道我咧，以前系读建筑嘅。我想讲咧，呢度有两个系我其中一最中意嘅建筑师，一个叫 Frank Gehry， 叫 Daniel Levitin， 系好劲嘅。我读书嘅时候咧，好想梦寐以求咧，做一个咧世界知名嘅建筑师。但系咧，我做基督徒。我爸爸系潮州人啦，都系做生意。其实佢都对我都期望，啲好多亲戚咧都好俾好多压力。我爸爸点解会俾个仔咧去做教会？读咁多年书，攻读硕士毕业去做教会啦。咁其实我记得我决定做全职工之前，我有一个星期咧喺乌溪沙沙滩，就系我受洗嘅地方啊，祈祷咗一个礼拜。其实好多呢啲嘢系啲好内在嘅素质咧，而我系好珍惜嘅。我觉得呢份工作咧，俾到我嘅挑战咧，系远远超过做一个建筑师嘅。咁我好中意咯，我人生我对工作嘅态度系接受一啲好高难度、好高挑战嘅工作。我爸爸嗰阵时去到好后期咧，去到一啲善终医院咧，有啲护士咧都会同我爸爸倾偈，帮佢回顾一生啦，同埋问我爸爸仲有冇嘢有遗憾。咁我爸爸当其时咧就对个护士讲：，你人生有一样嘢好遗憾，就系唔知点解个仔冇做建筑师，去咗做教会。即好似一方面我为神放弃咁多，最后尾养活我嘅亲生爸爸，原来人生最大个遗憾就系我做咗教会。系啊，咁嗰阵时我都。好多需要好多嘅祷告去克服自己内心啦，同时翻谂翻，我系要爱神，爱到一个地步，要系胜于自己嘅父母兄弟子女嘅时候，我都系跟紧经文啊。我曾经咧去实习嘅时候咧，咁咧帮一个婆婆去做家访嘅时候，佢望住我喊，佢话姑娘，多谢你帮我申请咗间屋，不过咧其实我冇家人，我好寂寞咯。在那时候我很不开心地离开那个婆婆的家，心里面也在想，其实有什么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有喜乐呢？结果我选择了做全职工，而呢到现在已经帮助很多人做基督徒，曾经去过外蒙古的 Mission Team， 3个月我们帮助8个人做基督徒，然后呢在香港帮手去带领一个 Mission， 而我很感激神可以用我这个梦想来去服侍。其實咧，自己咧喺每個暑假咧都 join 咗呢個暑假嘅 summer program。咁開頭咧都覺得，哇！畢咗業之後唔做全職工，唔用翻出嚟咧，簡直浪費咗教會嘅資源啦。咁後來咧都覺得咧，即係其實教會咧係好需要嘅，即係教會都需要年青一代咧去加入嘅。咁而覺得咧，神都係咧呼召咗自己咧去加入呢個團隊咧，去即係好想咧幫更加多嘅人去做基督徒啦，又幫更加多身邊嘅。大學生又好啦，青少年都好啦，去做基督徒。其實咧，發覺咧自己咧真係好想咧去做一個牧人。咁咧特別咧係當初咧自己做全職工嘅時間都係純粹想即係證明下自己嘅啫。咁但係咧發覺咧原來咧做全職事工咧係一個服侍。咁而家咧即係自己都係做得非常之開心，同埋有覺得係好有挑戰性，好啱自己做噶。你夠膽挑戰咧，你就嚟啦！我是在港大讀法律系畢業的，其實當畢業之後我就參加了這個去澳門的傳道團。我相信我做法律的時候我可以幫助到一部分的人，但是真正可以幫到人的心去改變，我相信是這份的福音，所以我最後就選了去作為全職工這一份的職業。為什麼想做帶領呢？因為我覺得其實教會呢是就是裡面有一班呢真的很良善的人，而好似咧係自己家庭咁樣咧，其實係想保護呢一笪地方。而我好相信咧，今日即係其實教會無論係即係去發展到咩地步都好，只要用得着我嘅話，其實我都會咧係繼續去服侍。而我亦都希望自己係教會一個婦女嘅。如果教會有一日真係係做唔落去嘅話，其實我都會係最後留喺教會裏面。等教會咧係最後一個人走埋先走嘅，我覺得咧係神揀選我咧去做呢個工作。其實當初咧我自己嘅信心咧真係唔係咁大嘅。其實今日神佢會預備你究竟係咪可以做到，而只要你係願意放低你自己，
願意俾神用嘅話，神會係俾你見到最嬲尾佢係可唔可以用你去做帶領。我係 EFV 嘅時候咧，就面對緊一個問題，就係 Hong Kong Mission Team 出去咯。咁我諗自己究竟係咪應該去呢？我自己是嗰陣時 Boston Church 的少數的華人，咁嗰下我覺得應該是有需要咯。我都好中意咧同人等埋一齊。我之前的 major 是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咧係好多嗰啲 test tube 搞到實驗。咁我心諗，我係咪中意咧？你成日匿埋喺個 laboratory 係搞啲咁嘅嘢咧？係我都好中意同人走埋一齊。而咧到 junior 嘅 senior 時候，我見到自己都覺得唔止中意，亦都見到神咧啊，即係幫我嘅 ministry 咧有好多成長。我見到好多人嘅生命改變，我覺得誒、神真係咧對我生命咧係有條件。嗰陣時咧一畢業冇幾日之後，我就自己寫信俾嗰陣舊領袖話，我應該做傳道。所以咧，我都想鼓勵大家，如果你覺得神祝福咗你，如果你覺得神俾咗你一啲才能嘅話，你應該認真考慮下，係咪神呼住緊你做全職工，而你將生命最寶貴嘅時間係奉獻俾神。咁30年過去啦，到而家，我覺得咧完全係即係冇後